桌上的鲜花你是不是还是这样拍？这样的照片太普通也不好看。来，我以专业摄影师的视角教你怎么拍，纯干货分享，建议提前关注收藏。我们先给鲜花喷点水，可以营造露水的感觉。拿起手机，采用顶视角，三倍变焦，拉近花朵，透出叶片和露水细节，画面右边留白三分之一，让照片有气口。最后采用鲜艳滤镜拍摄，继续让手机靠近花朵，直到发现左下角出现小花标记，就可以拍摄一张微距特写照片。我们还可以用平视角，让手机与花朵平行，调出手机滤镜，选择亮冷色，拍摄一张小清新感氛围照片。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个花瓶，一前一后对角线摆放，然后选择人像模式，对焦前面的花朵，虚化背景拍摄。我们还可以利用书和茶杯为道具，三角形构图摆放，就可以拍摄一张氛围感十足的照片。你学会了吗？点关注不迷路。